对面是。对啊，对啊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经验。没有。你们前面都还好啊，就是前面抢攻就落死居多。那进展路现在杀球。哦，杀球都没过，爆了爆了爆了。是啊，这样子哦。没有啊，主要我们失误太多了。打得很好，再尝试一次，完全失掉。哇！伤害。还好，能下半段啊。好，回去了。好，起来啊！然后耐烦到爆。好，拜拜。耐烦耐爆。你说你说那个儿子啊？不对啊，那就不耐烦。然后他有手机了，他有手机要都在手上用，他来干嘛？他就帮他。有在录干嘛？我刚撞到了呀，一下。我是要看刚才我录的。哦，那有现在录进来。相机你录哪个在？
等这一场比完，我跟他一起去吃。你叫没有？Thank you.
是一分。太多高球，他们有把握住，我就觉得，有把握就好，我是觉得有把握。起太多高球，对方杀没有那么厉害。那你要回电线啊，他都一样还回直线、啊。我知道，相对来讲，回电线、啊，电线空档那么大。对啊，有电线就有球了。回得很直，都忘记自由好有倒框了，像他刚刚那球前一球不错，前面是小和尚后面吧，他不会去摸，他可以摸到，他不摸。你跟小黑就可能现在会去摸，那不应该摸的。后面球，张总，在那边老生入定，我该给他上了。hold住，这球 hold 住就行了。对方黑色衣服、蓝色衣服比较常见。要提高那个边线，不建议扫平球。Thank you.